警官说你今年财运不太顺，赔了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以上，七位数是啊，因为如果七位数对其他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，当然都对他是小钱呢、啊。那对我们这种真的庶民来讲啊，这七位数卖血一个月卖两次都还不够还呢、啊。真的。所以，但因为我之前从来我也不喜欢玩股票，我从小到大没有偏财运过。哦。我懂事小学开始，到当了警察，然后再退休，我没有我自己没有任何偏财运的。因为我股票啊，其实有一年我也是在警察局那时候，大家同事在讲，哎，哪一个股票有内线多么准啊，那我就把省吃俭用的四五年的钱一扎进去，是那个股票常常以前讲说你可以把它贴壁纸还好看一点的、嗯，就不真的融化掉了，啊，融化掉了，那我就对我自己讲，哦，我发誓我这辈子不再碰股票了，我说我再碰股票了。我就是小狗，我那时候讲我是小狗，讲那么大声，讲那么大声，这样觉得哇，很有气魄的样子。哎、欸，很有气魄，只说是小狗，你也太可爱了。真的，这也还好吧。小狗很可爱。对呀、啊。那是今年到今年四月十七号那天，一群为什么那么详细？四月十七号，为什么？一群朋友啊就在聚餐，那一个从国外回来的，哎、欸，听说鸿海的那个郭台铭要选总统，我说他选总统关我们什么事啊？嗯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他宣布选总统，他股票已经大涨啊！”我说：“这股票不要跟我讲，我对这个完全没信心了。”你去买，输的算我的。哎呦，这、哎、他这么好，这句话有这种话、啊，这么好，我就马上跟他讲，输也不用算你的，我就去买。你又去买了，那你变小狗了。啊、真的旺旺，我就去买，而且我还不是一次买个两张三张，我就买五十张。哇塞，91.7块，然后91.7块，想说。不要贪心，我们到100块就卖掉就好了。对，对啊。然后第二天开始跌，突一直跌。我每天要上班的时候，我就哎，今天又跌了一点，今天又跌了一点，我今天好像就又要做白工了。嗯、啊。那它最低跌到69块。哦。69块那一刹那，我就哇，这个我看算了，不要。哎，他那阵宣布参选的时候，不都一直往上走吗？没有，那一阵子听说有跌。没有，他一宣布完，隔天开始跌。对，股民没有信心还是什么？哦是哦、对，然后外资一直卖到跌到69块70块，我说哇，这不是办法，这钱在里面。傻眼。五十张。认赔好了，杀出认赔。你几块的时候杀出？我70几块杀出认赔。我一杀出之后，又开始飙回来，又飙到90几块，哇，气死！哇塞！不知道，他好像看到我在下一样，他不让我赢的。然后我卖完了，我说啊，算了，反正就彼此摸一摸算了，反正赔就赔了嘛。那赔了之后，因为我也不只是买鸿海一档嘛，还要买其他的。嗯。那算一算，我算哇，这个数字对我个人来讲，也是一个。也是一个数字嘛，是一个有点高警官，你股票赔钱了，你会哭吗？不会。会睡不着觉吗？不会。会去喝酒浇愁吗？不会，我会自己到山上去躲起来。去山上躲。反省吗？反省。对对对，我就因为我爬山的习惯，那我就自己在山上，然后会看着天空啊，然后就发呆差不多半个小时。是吗？你没有内心 OS 说提供费啊？没有没有，变成小狗吧。对的。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。我的个性是哦，然后以前我们乡下不是有讲一句话，风吹鸡蛋壳，才去人家乐。哦、你真的很看得开，天哪！现在星座也看得开，看得开，看得开。然后再来又听到一个噩耗，我股票赔就算了。嗯。那我2年多前，快3年前，我一个很好的同学，因为我也不跟会。嗯。以前在警察局哦，刚毕业没多久，有跟的同事互助会这样。哎呀，那同事就会找啊，那种5000块回来哈，5000块，那一个月就是存钱，一个月就是600块的利息呀。对。啊，倒霉的才抽到啊，没人标啊，因为警察局一个队部就一两百个人啊，哦，那很大、欸、可能对啊，我们可能这个部门50个啊，嗯、那5000块的你倒霉就抽到，你就要付利息啊，所以我就觉得不错啊，我那时候跟了下来也赚了几十万嘛，嗯，那我的同学就讲啊，不然我们现在也没什么事，就弄个会啊，我想说他也很稳啊，嗯，我就总共45个会，那我自己跟了6个，哦。我就看谈心的，起了45个会，起了45个会，我个人跟6个，好缺钱哦，警察这么缺钱？哇，他不是警察，我大学的同学，哦，大学同学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我一个月不要贪心了、啊，我一个月只要利息1000块，我六个一个月利息就6000吗？对，那一年就72000啦，两、嗯、年就赚10几万啦、啊，想说多的嘛，没差嘛，嗯，我已经缴了30期了，嘿，结果今年他跟我讲倒了，啊，哎、欸，
你真的37号，你真的没有投资的运呢。倒了啊，我真的倒了。我说啊，你倒了，我六个活会。他说没事，你来飙。我说你倒了怎么飙啊？那我就是还是飙嘛。那我飙到了，他说你也不用飙，就直接写给你好了。那我飙到了，我拿到的是一张本票。啊，提不下去，拿不到。我哇，真的就是没有这种偏财运啊。我更夸张的是，我再多讲一点点。我在警察局以前，我们有那个警察之友会，那时候的会长是汪大明，然后他会提供警察，就是你有尾牙年终抽奖啊，或者是你当月寿星啊、聚餐啊，我们尾牙抽奖一次十几桌哦，他最好的奖项其实也不错，一台摩托车快10万块的摩托车啊，那我们这一桌哦，抽到剩了两张，一个是欧巴桑，一个那我们里面的工友啊，那一个是我啊，那欧巴桑还跟我讲，哎。高警官，我们不要抽了，我们把摩托车拿去卖掉，一人一半。对，这也不错啊。济南狗班啊，济南狗班的。我哎呀，这好玩嘛，那我就先抽了。你是想独得就对了。对啊，我就抽起来，达新牌吹风机。1000块。所以你没有答应他说。阿巴上丢奥特曼。奥特曼。你早上答应他嘛，还可以对分，对分一半。啊、我就想不可能两张二分之一，哎呦，这阿爸上天，他还有拍摄哟，谢谢高警官，没了，这还是刚升起来的，就是没有偏财运了。可是我做一些其他的房子的不动产，我觉得这几年的获利还不错，比较稳。是说你买了几个房不动，结果都很好。我到现在法拍屋哈，像以今年度来讲，我今年度的法拍屋从今年的国历一月到现在。我们是一个团体嘛，我们总共飙到大约27到28间左右，那27、28间我们是一群人嘛，那前面的获利的部分哦，大约已经有7、8间的房子，那其他都是租人家嘛，那因为我不是主导者，可是我觉得，像这种做不动产呢、啊，我就本银 hockey 啊，那他们就是每个月是把房租就是缴了其他的贷款之后，那把前面卖掉的房子刚刚好。我今年赔的钱都从有法拍赚的钱补过去，然后到现在我要来节目之前呢，我还特别看了一下，算了一下，我今年一月到现在哦，当然工作不要算了，这是我投资的啦，一月到现在我赚3800多块。3800多万，意思是说赔的都不算了，赔的打平，然后另外还多赚3800块，被倒汇还有。所以说，3000块，法拍又跟他美拍谈哦。但是我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。嘿，啊，不过我听完有一种感觉，就是白忙一场。对呀。那你不管你投资啥，干那是房地产比较能够获利，对不对？真的真的，房地产比较稳。偏财运，老师，我们偏财运从哪里决定？我们是不是从小我们这每次抽都抽不到，我就知道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偏财。我说没有，我就永远都不要。还是说有一种，我觉得他是没有金融的偏财运，可是他房地产就有，对不对？这个算得出来还是怎么样？其实偏财运一直都不好，突然间他抽到一个大奖，那个叫做手气好哦，是在当下他的手气很好。所以买股票跟基金，他绝对不是偏财运。是。它其实是正财的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投资工具。哦，对呀、啊，你股票呢？你是你急着卖，你如果不急着卖，它后面就涨到90几了。我再讲一个插话，因为我小时候小时候我们有那个抽那个糖果啊，体温我那个什么50当30当那种的，抽号码，居然哈，然后一个里面就30张，有没有？我自己花偷偷拿我爸妈妈的10块钱在抽，抽了20张就抽不到一个。没有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了，抽不是30个啊，抽了不是要打开里面的吗？对，几号？我抽20个，居然一个都没有。打丢那明信惠顾。所以我终于知道，都不是股票的问题，是他的运不好。真的运不好。